出生开始，我的人生似乎注定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倒计时。两年前，我哥哥24岁生日没过多久，就去了医院，和我已经去世的母亲一样，都是在24岁患上家族性的精神分裂病。只剩不到半年，就是我24岁生日了。如果24岁是我们家无法跨越的终点线，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结果。做人咁恶，因住嫁唔出啊！做人咁恶，因住嫁唔出啊！全意识噶你，你知唔知呢度边度啊？Thank you.
老师你好，我是李佳，医学院精神病学硕士。哎，晚上好，我是王千仁，我来报道。怎么又是你啊？王千仁同学，你已经报道过了，赶紧走吧。不是，你登记错了，我刚刚才来的。Security, take it away。老师，你再看一眼。Security。老师，你一定搞错了，一定会有我的名字的。现在这个样子，如果你要走的话，我就跟你一起去死。同学，我真的不是王千仁啊。闭嘴。神经病就是当初王千仁，王千仁都死了快一年了，他好像不知道。我差点去死。看着我。有人要杀害我，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，听见没有？我就跟他一起消失！别动！别动！千仁，同学你好，我叫石成，乳名阿成，解剖学三年级，非常的佩服。不好意思啊，不是，朋友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就是想了解你。我刚才你英雄救美，我都看见了，你是怎么判断那铃铛有问题的？他穿了女装，说明对自己的身份有认知障碍。从行为语言判断，应该是感情受创，而且他对铃铛声这么敏感，应该跟他的应激源有关。Respect。我叫阿成，想请你帮个忙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赶时间，我得参加新生见面会。哎，不是，手都断了，握个手呗。同学们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先坐下。首先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呢？这个专业收入高啊。那你可选错专业了，心理咨询才更赚钱呢。你呢？这个行业竞争小，好申请。哲学系更好申请。这位同学，你呢 ？It might be extraordinary profession. 好好好好好。哎。这位同学，我楼都不用尴尬。这位同学，你呢？我想从事精神分裂方面的研究。具体点。精神分裂的形成原因有七个理论方向：思维、行为、家庭矛盾、社会环境、本体与外在分离、心理因素、生理神经以及遗传因素。好，再具体一点。精神病患者家属的患病率比一般人高6.2倍，精神分裂病子女的患病率高达33.2%。我想知道，基因和遗传因素是否真的更容易让人有精神分裂？我还想知道，这么高的患病率是否还存在其他因素的影响？太好了，同学，太好了，你来对地方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再说一点，具体，再具体一点。还有吗？还能再具体吗？你是谁？同学们，这是我安排的一起小教室，请坐吧。
看来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发现异常。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其实精神病患者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们唯一要研究的就是 logic， 逻辑。他们的逻辑是什么？我们的逻辑又是什么？我才是大家的导师，我叫陈明轩，大家好。这就是陈明轩，我的硕士导师，医学院精神病学的资深教授，一直从事精神病遗传方面的研究，这也是我来香港的原因。如果我体内的精神分裂遗传基因是一个定时炸弹的话，我希望他是我的拆弹专家。2:30之前确认宿舍房间，现在已经快6:00了。对不起老师，刚才发生点意外，后来又见了导师。同学，你可以更早一点来报到，学校宿舍紧张，没在规定时间确认就默认放弃。你申请的宿舍已经指派给替补同学了，学校网站每个月都可以申请宿舍，你再试试吧。那我这个月该住哪？恐怕得你自己解决了。喂，同学，从哪来的？无锡。老乡，侬好啊！我老家上海的，可惜还没回去过。无锡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，无锡的排骨可甜了。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这铃铛可厉害了，可以辟邪哦。辟邪还被劫持？所以遇见你就没事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是那个铃铛刺激的那个神经病？观察。所以呢？没有所以。没在网上申请宿舍？申请了。被拒了。拿了 Graduate House 的 offer。学霸呀，一般得过奖、发表过论文、专业成绩特别突出的研究生才可以申请 Graduate House。那你现在为什么没宿舍啊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？都6:00了，要是有宿舍的话，谁会拉着箱子在校园里闲逛啊？预算多少？给你介绍一套房子吧，很便宜的。你是哪个专业的？哇，房子真的很便宜，我跟你说，3999，不到4000块钱，而且是港纸。你不会觉得贵吧？大哥，你申请的 Graduate House 一个月也要3000多，就算是学校最便宜的 Marsden Hall 一个月也要1800，还那么小一间鸟笼似的。我的那套房子带独立卫生间和厨房，还不到4000块钱，重点是离学校还很近。哇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那为什么这么便宜呢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我告诉你，一，我了解香港房地产；二，我了解你们大学生；三，我乐于助人；四，天很快就黑了，你想流浪街头吗？那边有个 shopping mall， 还有个电影院，这条街好多吃的，还有个大超市。哇，你也看到了，离你们学校特别近，走过去10分钟，坐大巴就3个站，离中环也很近，坐地铁2个站。明白。哎，这个是你们香港的老建筑吗？哦，对呀，香港老建筑很多啊。走，来。气数要下，正常正常，你住这儿肯定没问题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怕那个吗？哪个？你怕鬼吗？这世界根本没有鬼，我是学医的，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。Perfect， 就喜欢你这种人。走。
你晚上爱出去玩吗？我来香港读书的。那最好，晚上早点回来，十二点以后别坐电梯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太多了？你说的话很容易让人多想。你最好什么都别想。这里的人都睡得很早，这破电梯都20年了，整天哐当哐当的，每天哐当，坏了，没人救你。5A 就是四楼。没有四楼，5A 就是5A。噪音大，没有太多公德心的老人。孤僻、迷信，沉浸在自己世界里，可能是单身。懒、好酒，估计失业。晚上上班，职业可以。干什么？好听吗？是不是想讲？沟通困难，斤斤计较，摩擦不断。门口很干净，经常打扫，估计和其他人关系不好。怎么这么便宜呢？你真的很爱问问题。四楼啊，在我们香港话里，四就是死，吉利啊。刚才你也看见了，这里的邻居有点怪怪的，是吧？可能有点不太好相处。不过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他们不会为难你的啦。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说呀？说什么？就说，说那个。哪个呀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你怎么又脸红了？你想太多了，这是我们的语言习惯啦。随便一个女生我们叫靓女，随便一个男生我们叫靓仔，我们夸什么都说靓，这么好的房子我们叫靓房。哎呀，出门在外谨慎是好事，不过不用担心，白纸黑字是法律保护的。不是房东吗？我怎么可能是房东呢？房东去你们内地做生意啦，我只是个代理人，勤工俭学我。
这个是张 XX 吗？你认不认字？代理人叉叉，张叉叉，我啊。好了，来，李佳同学，我记住你了，走啊。张叉叉又怎么样？会感染的，回去之后也消消毒吧，这几天别沾水了。互相关心，咱们扯平了。希望我们从明天开始都不要再受伤了。你失眠吗？梦游吗？睡觉，锁好门，别乱跑。还有一件事，你今天救了我，忘了跟你说，谢谢。到了，刚刚收拾屋子呢。嗯，好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先收拾屋子了啊。嗯，晚安。
陈教授，你好，我叫李佳。李哥的情况怎么样？不太好。你申请我研究生，是不是想我给你一个答案？是不是想知道自己遗传精神分裂的概率有多高？其实，不管患者的病情跟衰退程度有多严重，他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吗？看见喜欢的会开心，遇到困难会烦恼。我从事研究20多年，有一个问题，我不断地提醒自己：精神分裂就等于扭曲的人生吗？陈教授，这是您给我答案吗？李佳，我现在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，但是我早晚会给你一个答案。可是我怕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。谢谢沈教授。见您在和学生说话，就没跟您打招呼。就是那个学生吗？估计他还不知道您为什么找他，还批给他全额奖学金吧。家族遗传，母亲去世，哥哥精神分裂住院，他自己就是精神病专业的高材生。听起来跟博尔塞的情况一样。这是博尔萨这个月的病例报告，没有什么好转。如果他是第二个博尔萨呢？我不在乎结果，只重视过程。我先出去了。宿舍没了，我陪你找房子去啊。我已经租到房子了。怎么可能？石城，解剖学3年级学生，照他说的，中学去了北京，后来又去了国外留学，所以他是个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本地人。他看起来很热心，但是我觉得他有点不太靠谱。李佳，你住高阶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能住高阶呢？这儿以前是麻风病医院，英国人建的，后来日本人来了，改成了刑房，吊死了很多人，数不胜数。之后又改成了精神病院，没有一个病人从这个里面走出去。那边是佐治武士公园，以前就是个乱坟岗，只要这儿有人死了，尸体就拉到那边去埋了，每天都有尸体从这边拖到那边。你知道吗？这地方不干净，这个地方太诡异了，全香港最凶的地方。李佳，你别在这儿住了，赶紧搬走吧。我不再送你了，你好好保重，我先走了。
你是新搬来的吗？别动！ 赶紧搬走！怎么，没听懂？您哪位啊？我是这里的管理员，我叫刘雪阳。为什么让我搬走？如果你活腻了，那就住下吧。 2018年9月1日，是我来到香港的第二天，也是我住进高街5A的第二天。邻居们看起来非常冷漠，十分不友好，总感觉他们背后藏着什么秘密，不想让我这个新来的房客发现。昨天晚上。 我从床底下捡到这个小孩玩的皮球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把它放在这个梳妆上，可刚回来的时候，它出现在楼梯间里面，锁没有坏，东西也没有丢。 对唔住，你所打嘅电话现在无法接通，请试试再拨。对唔住，你所打嘅电话现在无法接通，请试试再打过啦。 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。难道真的有人偷偷进来把这个球拿走了？ 谁呀？
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听到声音出去，就看你躺在走廊上。昨天半夜有人敲我的门，今天也有，可开了门却什么人都没有。 听我劝，搬走吧。您为什么总让我搬走呢？因为打你的不是人，敲你门的也不是人。你说什么？是冤魂，五 A， 不干净。这里的人都知道。 半夜听到敲门声不能开，否则的话，那东西会缠上你。这世界根本没有什么冤魂，这楼里有监控吗？这破楼监控个屁呀！那你又为什么不搬走呢？因为开门的人不是我。 是谁啊？哪个女孩？戴口罩、红书包，一笑有颗虎牙的。满世界不都是这种女孩吗？我们报道那天，被劫持的那个，身上还挂了铃铛。 哦，那个女孩啊，我不认识，不你朋友吗？哎，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，像我这样的大学生。
应该是那个女孩的主要客户来源。我开始一家一家的询问学校附近的房屋中介，我得找他问得清楚，这个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昨天有没有去过我家？没去过。你去干嘛呀？那谁还有房间钥匙啊？钥匙都给你了，别人不可能有。但是学校宿舍里面还有人。哎，走。管理员呢？他有钥匙吗？师母，师母。哦，哎，里面有男的，哎，用拖把看看，不行，这违法的，我们要保证个人隐私啊。对哦，要不咱们外头等着他去，走。请你自重。请。你要吐啊？我要上厕所啊。哦。那在何方？一定没走远，我还能感受到他的气场。那怎么办啊？追呀！要是抓不回师娘，师父飞身失败，咱俩跟着都得倒霉啊。嗯，那是拿我们剥皮还是炼丹啊？那得看他老人的心情。快走，走。姐，哎。钥匙事情没说清楚呢，大哥，我很尊重个人隐私的，在你搬进去之前已经换过锁了，而且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，除了你，不可能有第二个拿着你家钥匙。看房的时候，你专门提醒过我两次，让晚上不要出门。
你想表达什么？当然是考虑你的安全啦。有什么不安全的？单一信息强盗太多，就想可以隐瞒别的信息。是我男的。哎，快追追追！你跑什么呀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你在隐瞒什么？就那个呗。哪个？哎呀，不然房子可能这么便宜吗？这里是高街吗？这有问题，那儿也有问题，这整条街都有问题，你习惯习惯就好了。不，别跑！哎，喂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站住！师傅，快救我！师傅，师傅，别逼我啊！别逼我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别逼我！来，换换换换。地阴风阵阵，不宜久留啊！拿剑来，开！大师兄，你头没了？头呢？师母会不会有危险啊？高阶地库饿得很啊！哎呀，你忘了，师傅说师母她不是一般人了，天下孤星，什么东西都进不了她的身。他怎么进去？大师兄，你的头！啊，都说了你头小戴小号嘛，师傅非要给你买大号的，说什么你累大头功，可头一点都没长大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是师兄我功夫没练到家啊，走吧走吧。不，那师傅，哎呀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快点。张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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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莎。这么黑啊！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拉着我干嘛呀？房子的事没说清楚呢。我强都不服，就服你！
先出去再说。这停车场早就停用了，这里停的都是一些来路不明的僵尸车。这里有面镜子啊，不对啊，我们又绕回来了。魏大强，我们今天出不去了。什么？没想到是真的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叫十家车位啊？你说话呀。传说高街有个十家车位，谁把车停在这，谁就会死，而且死得特别难看，所以很少有人敢把车停到这。后来有两个不信邪的，非要把车停在这，结果下场还是一样。什么人？你是人还是那个？你是零七户的，我是零一户新搬来的。死鬼，再三个时，你又话你又干。死咗仲放过我，要我少烧啲钱俾你，少放，少你，少你老母，烧到你开心，烧到你唔想离开阴差地府，烧到佢永世冇得投胎。呢度唔干净，你哋唔惊咩？我们迷路了。
咗，有个出口啊！谢谢。呢度唔干净，你哋唔惊咩？嗰边转咗，有个出口啊！呢度唔干净，你哋唔惊咩？嗰边转咗，有个出口啊！谢我吧，要不是有我，今天肯定玩完。我还忙着呢，先走了啊。张先生，又怎么了？你不是我们学校学生对吧？算吧，也不算吧。别绕弯子了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能干什么？不是给你介绍房子吗？当然是房屋中介了。房屋中介。专门骗我们这种学生的，对吧？哎，别胡说八道，怎么能说是骗呢？白纸黑字签了合同的，这不叫骗，这叫你情我愿。不是，我是学医的，不相信这世界有鬼。哼，现在知道害怕了吧？哎，靓仔，我这人呢也不卖关子。既然你都主动问了，我也没啥好隐瞒的，是吧？你那房子呢？没啥，就是有点让人害怕的小传闻。别大惊小怪，人总会死嘛，死啊都会变成那个。你能不能别扯开话题了？那个房子重新装修过，而且装得非常匆忙，壁纸好多地方都裂开了。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，这房子我也刚接手没多久。再说了，房子重新装修是对客户负责啊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就别再追我不放了。有什么问题你去问天问地吧。哎，师傅一定会去师母他们家等着他的。师傅每月都要渡一次情劫，每次都失败，每次失败吧都痛不欲生。情劫这么可怕，师傅还坚持不懈，师母就这么好吗？你懂什么呀？等你长大了就懂了。一切照常，他们似乎都不知情，还是在刻意回避什么？嗨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过来视察一下嘛，是我租给你的房子，我当然负责到底。是不是你那两个师兄都路口堵着你啊？那两个白痴怎么可能是我师兄？你也看见啦，有人在追杀我嘛，我现在无家可归了，你就收了我一下嘛。为什么追杀你？就有个大师追求我嘛，我不接受他们死缠烂打，我一生气就把笔扔进他千年老汤里。什么大师啊？修仙的大师。什么笔？圆珠笔。什么汤？牛腩面的老汤。好，翻译过来就是你得罪了一个卖牛腩面的老板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不明白了，他身份很复杂吧？好，让一下。进去，让我进去嘛！喂，你怎么这么无情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会穿墙术啊！就你这种锁，随便一拨就开了。是你啊？啥？是不是你偷偷进我房间把球拿走的？为什么要偷你的球？什么鬼？什么鬼都没有，就是你的装神弄鬼，把我吓走了，好继续糊弄其他人是吧？李佳同学，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是分析能力很强的吗？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吓唬我的客户？我很忙的，每天踩着滑板满香港找房源拉客户，人称香港小哪吒、中介小天后，没事精力搞东搞西。什么中介啊？我看是凶宅吧。什么凶宅啊？都是那些无聊的人想太多乱八卦啦。借一下洗手间。不行。哎，不许偷看哦。张莎，张莎，救命！刘总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刚刚有只蟑螂吓到你了吧？人吓人，吓死人！你是学医的，这个道理不会不懂吧？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凶宅呀？哎，房子不是挺好的吗？就你平常想太多，脑子想坏了。哎，跑了一天，好累。你别躺我床上，赶紧回家呀！睡觉。你要睡我家？不行吗？当然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？你还能强暴我啊？嗯，赶紧回家吧你。你脸上写着两个大字，高尚。来，一起睡吧。睡拉倒，你睡地上吧。什么？是人抓的吗？这房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说话呀！我只听说，之前住了一个妈妈，带着一个儿子，后来那个儿子死了，妈妈疯了。疯了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成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没多久
就上吊自杀了，就挂在那儿，跟着吊扇一直转，转了好几天都没有人发现。救护车吧！去死吧你！大哥，大哥，走了呢，杀菌消毒比矿泉水管用。你好像有关心我，你怎么又脸红了？你感情也太丰富了吧。我毛细血管丰富啊。你当自己海绵体啊？那个男的酒精中毒引起休克，已经没事了。喝不死他。你家里人经常喝酒吗？你又关卡出来了，在你面前能有点秘密吗？我是看你救人的时候，动作挺熟练的。家有个大麻烦嘛，动不动就喝多了，动不动就昏迷，我都快成半个医生了。是你家里人吗？算是吧。你说话总这么含糊吗？有必要讲那么明白吗？人生苦短，必须性感。你看我胸干嘛？没有。没有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大得像两个叉烧包。我不是说你的胸。那你想说什么？我是想说，是不是想说我很可怜？警告你，不
要再关心我，小心我喜欢上你。上吊的疯女人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现在都告诉你了。前几天的时候，我在我房间捡到一个皮球。我记得我走的时候明明放在了窗台上，可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它出现在楼梯间里。你说我家钥匙是新换的啊？不会有任何人有我们家钥匙。哎，就你房间那个锁没有钥匙也能开啊。啊，大不了重新给你换个锁喽。可是如果真的有人偷偷进去，为什么只偷一个小皮球？到了后半夜，走廊里开始有人敲我的门。我检查得非常清楚，我房间顶头根本不会有任何人来，其他户距离太远了，根本不可能瞬间跑过来再跑回去。离我最近的只有02户、03户，而我当时就站在02户的门口。如果有人从02户、03户跑出来的话，我不可能看不见也听不清楚啊。嗯，走廊里没有任何人，那你说又是谁在背后打了我呢？打了你？我一直传说半夜有冤魂敲门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嘀咕不也说有鬼吗？最后也还是人。你被打得严重吗？我没事。要不我再给你找套房子吧。我暂时还不想搬走。你不害怕？我想查清楚。你要查什么？我想知道五 A 为什么这么怪，那个疯女人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还想知道她上吊和五 A 有什么关系。别想太多了，那个房子就是险，拿回去震震吧。嗯，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讲不清楚的。你干的？为什么这么做？你是要赶我走吗？别问那么多，都是为了你好。为什么非要赶我走呢？你也住了很久吗？他们呢？也住了很久吗？之前林一湖那对母子死的时候，你也住在这里。据说那个母亲死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是不是真的？这里的住户，你不觉得自己太冷漠了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没有人关心你从哪里来，也没有人关心你是谁。就像刚才门口那个酒鬼，人都快要死了，谁伸手了？都没有，也只有你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救了他。你以为这样大家都会对你好吗？这个世界就会改变吗？别做梦了。
东西，快滚！ 反应非常可疑。在我提起林一湖之前那对母子的时候，他表情扭曲又刻意掩饰。为什么？那个女人的疯，那对母子的死跟他有什么牵连吗？他一次次要赶我走，是怕我发现什么吗？可他为什么要说是为了我好呢？ 李佳，好几天没见你跑步了，陈教授，早。哎，休息一下吧。哎，怎么样？你最近那些刺激性的画面还有出现吗？没有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妈妈还有你哥哥。 他们都是20-40岁就出现了明显的症状，对吧？对。那你怎么判断自己现在的情况？李佳，我不希望你对我有什么隐瞒，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。 就係高街，亦都係著名嘅鬼街。喺我前面嘅呢一棟樓，一直都傳言話夜晚會有奇怪嘅敲門聲。據講係之前住喺5樓 A 室嘅單親媽媽張曉蘭同埋佢個仔，成日都俾鄰居蝦。最尾個仔就屈死咗，而媽媽仲搞到精神失常，最後仲吊頸自殺添啊！ 听讲佢哋两母子仲阴魂不散，成日翻嚟啊！至于我都唔信噶，但系我朋友同我讲，佢喺呢栋楼嘅亲身经历，所以有时真系唔多定唔信邪啊！李佳，李佳，李佳，李佳。 来了，师母已经被封印了。啊！让开！哎哎哎！师兄摆阵！哎，抄家伙！你怎么来的？摆阵！
是张莎莎嘴里的牛腩面大师？师傅。可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直不说话。Who are you？ 哎，海边狗啊！你是哪个？他是无锡人，听不懂粤语，你听不懂云南话。你是那个？无锡又不是四川，你说什么四川话？那我又不会无锡话。怎么了？刚分开没多久，又想我啦？我找你有点事。嗯？叔问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认识师母？你和师母到底什么关系？师傅还问师母，你是不是把辟邪铃铛给了这个人？你求师傅帮忙，是不是也因为他？来，让我介绍一下吧。这位，犀利师傅。这两位，这位，李佳，我男朋友。什么男朋友？你别瞎说行不行？我们昨天晚上不都睡过了吗？你还想翻脸不认人啊？师傅是金丹不坏之身，不会摔坏。师傅说你们这对无耻男女背着他大行苟且之事。我，师傅还说。他很心痛，师母，你休想再让师父帮忙。不帮拉倒，还有，别一口一个师母的，我跟你们师父没关系。喂！我咒你们有生有世，为情所困。气死！我们走。小儿子好好读书，别一天到晚玩手机。这叫分享生活，不是我们圈里的人，不懂啊。有性格，有态度。走。师傅，我去把你妈妈追回来。哎呀，师傅说，这世间男女之事，都如同南柯一梦。师傅。您太高了。哎，我问你，刚刚里面那位就是你说身份非常复杂的大师吗？是不是仙风道骨？他都修行了180年了。你确定吗？如果真的有办法让人永远年轻，那不好吗？那他是个哑巴吗？住口！他是。不喜欢说话，他能力很强的。要不是因为你房子不干不净，我才懒得求他出面帮忙。哪知道他这么小气，非让我陪他一锅千年牛软汤。哇，我才几岁啊？1000年，我不都熬成蛇精了？看着我干嘛？是不是觉得我跟他们一样，都疯疯癫癫的？我们就是这样啊，我生气不理他，他就到处找我，等我气烧了，关系就好了。请进。找我干嘛呀？男朋友。阿成。李佳，我追了你好几条街了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又是你啊。哦。你找的人就是他，不是阿成，你误会了。其实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就是你，把我朋友骗进了高阶，害得他印堂发黑，两眼发直，嘴唇发紫，脚底轻浮。你们是来砸场子的。阿成，你听我解释。不，稍等片刻。你知道你面前的这个人是谁吗？谁呀、啊、？GPA 3.8分，3.7就能申请哈佛，雅思8.5，
8分就能申请留金。你面前的这个人是祖国未来的医学精英，现在被你给毁了，你说你该怎么办？哎呦，好犀利啊！我现在好惊啊！退款，全额退款，外加2倍的精神赔偿。要是我不赔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，老子就算了。哎，这是，你干嘛？你挂电话是想抢小明男啊？不是，你俩挂电话是想抢小明男啊？干什么呢？从上海竞争啊！你要知道吧？张先生，齐先生并没有什么恶意的，不把他放了吧？他们吃素啊？放心吧，吓唬吓唬他，免得他这么嚣张。张莎，您能帮我确定一下，林一户那对母子到底是什么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还有五位那些人大概都什么背景？我现在怀疑，那个单亲母亲和她儿子活着的时候，一直被林军虐待。不是吧？你又来干嘛？我们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。牛腩汤还没熬好，你不是不帮忙吗？师傅说了，只有解决了这位施主的问题，他才不会再缠着你。我没有缠着他。师傅。师父说，你住在那个房间里生活着一个40多岁的女人，一个人带个孩子很是辛苦。那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得了脑瘫，智力低下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还经常大喊大叫，邻居们很是嫌弃，想尽办法想把他们赶走。哎，也是没辙，那母亲只能常年把孩子锁在那屋子里。墙上的血印子都是那个孩子留下的。那个孩子不明不白的就死了，再后来高阶就有了传闻，说那个母亲也上吊自杀了，怨念太重，每天晚上那母亲都带着孩子回来挨家挨户的敲门。说那孩子生前喜欢一个玩具，圆的，有弹性。小皮球。李佳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那个房子真的不干净，不能再住了。李佳大师是不是真的能掐会算？他不是算出来的。你不是说房子有问题，想要查清楚吗？我专门请西丽出面帮我们去打听的，他地面熟，人头广。那你觉得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可不敢轻易下定论啊。我现在就想知道。五 A 零一这对母子住这的时候，是不是被人欺负了？是不是被人排挤了？是不是被人逼疯？是不是被人害死了？一个傻孩子，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孩子，一个无依无靠的单亲母亲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？
为什么苦难得不到同情，弱者得不到善待呢？这个世界根本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喂，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房子是我租给他的，他要出什么事儿，我生意怎么做啊？各位网友们，我们明天再见喽。哎，师傅，吃药。师傅，你就那么喜欢师母吗？但对他那么好，帮他找房源不说，还现在帮他打听高阶的消息，这他万一哪天跟别人跑了，你说您怎么办啊？爱情怎么可能有回报？爱一个人就是遭罪。你怎么不回家啊？家有什么好回的？除了草地机器人，就没有别的活物。相信爱情的人都是英雄，不怕死就上吧。你懂什么呀你？饱了，回家。哎，你用支付宝吧，搜索的快。球又出现了，还有温度。可以清晰地判断，刚才在我房间里的是个人，可那人到底是谁呢？怎么进来的？又怎么突然消失了呢？我关了灯，坐在黑暗中，不管它是什么，我希望它再次出现。
怎么这么久啊？大哥，我差点被两个白痴炖了，好不容易逃回家，又被你大本营的叫到实验室。为了你，我熬了一夜。嗯，是什么呀？哎呀，是某种蛋白质。到底是什么？是动物的角蛋白。设备不够了，还得精确的化验。别绕弯子，到底是什么？是人的指甲。猫真的好多啊！是啊，车库没人用，住了好多流浪猫。你平时都给猫喂肉吗？怎么会？都是猫粮。林二富每晚喂猫，如果真是人的指甲，最有可能来自那些炖肉。那是谁的指甲呢？是杀了人吗？是在毁尸灭迹吗？林三户那么迫切地赶我走，难道他知道些什么？这跟去世那对母子又有什么关系吗？还是我真的想多了？学叔，我没叫错吧？有事吗？林二户的住户是叫吴雄吗？好像是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不知道。那他干什么的？不知道。熬中药，身体可能不好，关节粗大，应该是个男人，不爱出门，每晚炖肉喂猫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线索。这是一家香港的连锁超市，顾客都是消费能力比较高的中产阶级。住五 A 的人，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是这家超市的常客。那吴雄为什么常去这家超市呢？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是你们家礼品吗？这是我们的新年福袋，是我们会员的专属福袋。先生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除了客人，你们家的员工也会有这样的新年福袋吗？当然了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这边有叫吴雄的员工吗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找他有点事儿。他早就不在这里做了。他什么时候离职的？离什么职啊？手术都没搞他就走了。
那他没来上班多久了？大概六个几月了吧。张霍丹，过来，过来。小伙子，你认识吴雄？邻居。那你认识张小兰吗？张小兰。啊，我们俩是一块在超市做保洁的姐妹。这个吴雄啊，他就是个畜生。他知道阿兰性子软，胆小怕事儿，他就来回纠缠他，就连阿兰身上来那个事儿，他都不放过他。那您最后一次见到兰英是什么时候？三月份吧。也有六个月了。六个月，又是六个月。吴雄没来上班，差不多六个月前。兰姨最后一次出现，也差不多六个月前。这是时间上的巧合吗？还是我突然有个很可怕的想法？兰姨真的是上吊自杀吗？如果不是呢？吓死我了 ！Sorry， 兰姨是不是真的上吊自杀的？兰姨，谁啊？林一护的单亲母亲，叫张小兰。你是不是查到什么了？我想，她的死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她活着的时候，一直被邻居强暴。我去，居然有这种事儿！哎，你到底能不能帮我确定一下，兰姨到底是不是真的上吊自杀的？啊？她后事怎么处理的？死亡日期是多久？骨灰葬在哪里？别再被他骗了，我都查清楚了，他就是一骗子。啊，哎，他和那个什么西里师傅，蛇鼠一窝，都是骗子。污蔑我可以，别污蔑西里。那个厨子天天装神弄鬼，帮人看风水，替人拆字算命，实际上就是为了帮你笼络房源，是不是？什么西里呀？食死了！你先食死啊！别看了，他们里应外合，专门欺骗你这种单纯善良的好青年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是不是想说服李家给他的房子做做法了？李家想要做法，给你打八折。你咒我！哎，啊！你赶紧把他的房子给退了吧。就你们现在这个态度，还想让我帮忙？送你两个字：做梦。张阿山，你怎么了？你跟我说，你别再惹那个女骗子了。你对张阿叉有误会。你听，什么张什么叉什么张叉叉，他不是骗子，取这种名字。他不算骗子。你怎么了？绝望。他一个假小子，正面背面都分不清，怎么把你迷成这个样子？阿成，我只是找他帮忙而已。我帮你啊？啊，是我先走了。哎，李佳，李佳。我没日没夜的想着你，还比不上一个骗子。哎，哎，萌妹啊，thank you.
干什么？我借个榔头，凳子坏了。等一下，算了，不用了。你要的鱼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台湾来的石斑啊，很鲜美的。好，哎，老陈，多少钱啊？哎呀，不用了，拿回去吃吧。别买了，哎，我得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，好，拿回去吃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好，好。老板，成功了啊，给你200。哎呀，现在不用现金了，现在扫支付宝啊，没有零钱找你。啊，可以了啊，好，快走啊。啊，小帅哥，之前没见过你啊！啊，我第一次来，内地来的吧？嗯，我也是内地来的，在这里20多年了。哦，是吗？哎，我问您一下，刚那个雪叔买了什么鱼啊？就刚来你这买鱼那个，他是我们楼里管理员，介绍我过来的。哦，你说阿雪啊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他是我同乡，我们一起过来的。他以前也是买鱼的，他档口就在旁边。他现在呀，好好的档口不做。跑去看什么破大楼，是不是看楼挣的比较多啊？怎么会呢？虽然做档口辛苦了一点，但是怎么都比看破大楼赚钱呢？他呀，就是个性太古怪了，不然的话，也不会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人呢。
他是不是几个月前换了工作？您知不知道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半年前呢。那你认识吴雄吗？吴雄？吴雄？吴雄是谁啊？没事，那我先看看吧。好好好，那你随便看啊，行，随便啊。前张小兰在这里做过手术，人流，本来约了一个礼拜后回来复查，结果没再出现。能再放大一点吗？男的是谁？老板，不过了啊！好啊，唔该。老板，再来瓶啤酒。中秋节快乐！嗰边个大哥送噶。说的事儿，
些事情不能让关老爷看见。中秋节你一个人过吗？您不也是一个人吗？你到底在查什么？你为什么六个月前突然换了工作？这份工作比你卖鱼挣的少多了。也是六个月前，吴雄连招呼都没有打，就再也没来上班了。还是六个月前，你陪张小兰到医院做了人流。在那之后，张小兰就彻底消失了。同样都是六个月，您不觉得很巧吗？其实这都不是巧合，你打包回来的盒饭是留给吴雄吃的吧？你来大楼当管理员是为了帮吴雄吧？吴雄多次强暴张小兰，你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？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你第一次见我就要赶我走，我不搬走你就开始装神弄鬼。我房间里的皮球就是你通过两个房间的暗门拿走的吧？半夜你敲我的门，又让吴雄通过这个暗门进入我的房间，从背后偷袭了我，一次一次的赶我走，就是怕我发现你们的秘密。你们杀了张小兰，在家里毁尸灭迹。你们杀的是怕他报警吗？都把他杀了，为什么还去击败他去世的儿子呢？因为愧疚吗？你们都把他杀了，还需要良心上的平衡吗？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病人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，尿毒症晚期，肾脏一点液体都排不出来了，没几天了，你们家里人该准备后面的事了。非得要抓住501的事儿不放吗？是。谢谢你送我来，你可以走了。之前你叫我进屋，是准备杀了我吧？
今晚之前，我只是好奇，只是想要个答案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想让一切回到原本的位置上，借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我记住了，薛叔。向兵呢？陈教授，我刚刚经过，看到你坐在这儿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不是我，是一个算不上很熟的陌生人。他病得很重。这是你第一次面对死亡吗？不是。那第一次什么时候？你母亲？第一次是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是我们家院子养的一只小花狗，它叫帅帅。帅帅跟了我很多年，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要跟他说一声再见。可那一天我母亲犯病了，在家里大吵大闹的，差点把我奶奶也给砍伤了。家里又来了一大群人，我当时很害怕，只想赶紧离开家里。当我出门的时候，看了一眼帅帅的窝，刚好被院门给挡住了。我当时真的很紧张，几秒钟犹豫，我就逃走了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帅帅躺在门后面，全身冰冷，他的爪子小小的，已经完全僵硬了。怎么回事？是我母亲错把老鼠药喂给了他。后来我反复想了很多次，如果我当时没有犹豫，直接走过去，是不是就能跟帅帅说声再见？又或者是说直接抱走他，这样他就不会离开我了。李佳，人生是没有如果的，只有结果和后果。帅帅的死是你母亲的病所造成的，那是必然的结果。而你长期为他自责，那是你当初犹豫的后果。在我看来，与其事后后悔，倒不如把握当下。我很喜欢的一句诗，在这样的黑暗中，无人能长久地醒着。精神病学，当你选择了它，就代表你已经做好准备，与漫长的黑夜为伍。当我看到你申请治疗的那一刻，我在想，这个孩子与别人不一样。你没有认命，也没有退缩，你不是那种害怕黑暗的人。陈教授，听您说完我已经明白了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嗯，去吧。
你在找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会找到这儿的。兰兰，我回来晚了。阿雪，哎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，我还以为你丢下我一个人自己跑了。我怎么会丢下你一个人不管呢？看来我全错了。晚上在我房间里哭的人是兰姨。把我打晕的人也是兰姨。那天开了灯在我房间里拍皮球的人也是兰姨。再过两天我们就回家，出来这么多年了还没回去过呢。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。不要怕，他是个畜生，他就该死。你一直在熬中药，就是为了制造吴雄活着的假象。等你把尸体都处理干净了，就没人知道他死了，更没有任何人调查他是怎么死的。所以，你还想知道什么？兰姨上吊自杀的消息，也是你散布出去的吧？阿兰，阿兰，你醒了？是我。兰姨半夜装鬼敲门，不仅仅是想把我赶走，是想让这一层的人都过得不安生。你们在报复他们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吴雄欺负兰姨，邻居们都知道，可没有任何人出面制止？是。
方圆的死，是不是都跟林君门有关？是。圆圆，圆圆，你醒醒啊！圆圆，你不要吓妈妈呀，妈妈害怕。圆圆，圆圆，圆圆的病突然发作了，小兰报了警。 也叫了救护车，但当时圆圆的情况非常的危险，整个屋里，哪怕有一个人搭把手，把孩子背到楼下，圆圆也不至于就没了。没有一个人开门，没有一个人帮我。 你也找不到他？我手机注册了邮箱，莫名其妙收到一个文件，是他另外一个人的对话，他有危险。我也莫名其妙收到他短信，让我去什么车库找他，然后他就关机了。哎，他怎么给我发信息呢？我们也没那么熟。你害怕就别进来了。哎，珊珊，李佳。 李佳。
李佳，李佳，李佳。李佳，李佳，李佳，你怎么还是进来了？我来帮你，李佳，李佳。谢谢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他收到你发的短信。Thank you.
阿雪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现在。高街有栋居民楼着火了。哎，陈教授，您下午有课吗？去看波尔塔。我还有点事，你先上去。伤者他什么情况？那位伤者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呼吸道有点轻度灼伤。精神状况？精神状态也还算可以了，他刚才还帮我们安置伤者呢。我基本都没事了，只有李丽媛跟蓝衣没救出来。我刚刚问过二婶，吴雄的案子他们其实一直在跟进。李佳，书包不要了，给你带了件衣服，一会儿换上啊。你不知道当时我为了救你可把我急坏了。我上厕所。哎，雪叔那条短信什么意思啊？是他拿我手机发给你的。我一直以为他想杀了我，可没想到他把事情做这么绝，把我打晕了，拿我的手机给你发短信，就是为了不把我卷进去。这可能也是他仅存的一点善意吧。哎，不对，他为什么给我发短信啊？他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可能因为这个吧。啊，你要遇到什么困难别一个人闷着，有什么事儿第一个告诉我。哎，一定要第一个告诉我。知道了。我电话啊，背下来，背不下来点收藏，按一下就能找到我。李佳，我真没想到你把我当最好的朋友，动了。哎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朋友。好了，哎，你第一次走进五 A 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跟别的住户不一样。看见你把猫从防护网救下来，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怎么说也得把你赶走。你太善良了，不该把你牵扯进来。
如果有时间，真想好好跟你说说我的故事。冷风吹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跟谁都没提起过，可真的没有时间了。欠下的债，我都得还，我得走了，把阿兰也带走了，因为把她一个人留在这世界上，我不放心。香港这个地方，我生活了30多年了，当初想方设法的跑到这里，就是为了找到阿兰，却没有一点他的消息。一晃就4、5年了，没想到再见到阿兰，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。她后来跟我说，她等了我5年，等不起。我没有责怪她，她一个人到香港肯定过得不容易，我只能怪自己，是我来晚了。阿兰的孩子生下来是个脑瘫，她丈夫嫌弃他们母子俩，离开了他们。我很想照顾她，可阿兰就是不愿意，她怕耽误我。可我除了她，从来没再想找别人。后来的事情你基本也知道了，阿兰失手杀了吴雄，我也搬到了高津。阿兰活的人不是人，鬼不是鬼的事儿。5A 那些住户也不该活得安宁。可我的病越来越重，没时间一个一个收拾他们，只能一把火烧了这无情无义的地方。没想到最后用这种方式告别，还得麻烦你一件事，能不能把我跟阿兰的骨灰送回老家？阿兰总是开玩笑说我名字里有雪字，可一辈子都没见过雪。如果有可能，以后你到了下雪的地方拍张照片烧给我，萍水相逢麻烦你这么一声，真是抱歉。夜风肃静了长街，我还能与谁告别？冷漠蔓延，人心操控的鬼，心底那一朵蔷薇酿成鲜红的眼泪，黑夜的脸转身后就浮现。苹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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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苹
哇塞，就知道你在这儿，来，把保险单填了，烧掉的东西能给你赔一点。现在知道了吧？我可是极度负责任的专业中介。我看出来了。哇，你这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你还要把这些垃圾装回去？我本来是想装点什么的，但是发现什么都没剩下。你这个人真怪，你不怕死吗？怕？你怕死？我可不觉得，明知道这么危险，为什么还非得调查清楚呢？是不是因为你小时候也被欺负过？算是一个原因吧。另外的原因呢？可能也和我专业有关。我对精神失常、心理扭曲的人关注多一点。这么说，你对正常人不感兴趣了？是不是你以前的女朋友每个都疯疯癫癫的？我靠，你该不会没谈过恋爱吧？24岁之前，我不想谈恋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谈恋爱就应该对对方负责。不到24岁，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办到。24岁对于你来讲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可能因为我母亲。你母亲规定你24岁之前只能学习，不能谈恋爱。算是个规定吧。你现在几岁？23。生日哪天？1月1日。哇，你还骂我衰人呀！新年第一天，每次生日都等于新生。提醒你哦。不用负责任的日子还剩不到半年了。是来告别的。猫是很有尊严的动物，知道自己要死了，会回来待过的地方看看，跟认识的人道个别，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死掉。走吧。在住哪儿？最近有个师哥出国参加研讨会，我可以暂时住在他那里，等回头再申请宿舍吧。要是申请不上呢？回头我再给你介绍。你该不会又给我介绍有问题的房子吧？哇，尽量不是吧？谁叫我就是这门生意呢？不过正常的房子，你住得起吗？我是雪莹的。我相信这个世界有鬼。Facts are facts。你突然飙英语了？
你跟阿成不都喜欢说英语吗？对我来说，事实就是事实。哎，有人跟你说过，你的眼睛很漂亮吗？你先上去，别这么羞涩的看着我，小心我喜欢上你。喂，是不是又凉了？莎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真的叫张莎莎吗？那不然呢？张叉叉。叉叉。张叉叉。哎，你傻了？没事，我就念念。小心啊，念念不忘。别再脸红了，再这么下去快成关公了，走。那我走这边，你呢？我走这边。好，那拜拜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哦，这铃铛你留着吧，辟邪的，算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走了，不要回头啊，不吉利的。拜拜。后来我无数次问自己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个女孩？虽然我一直逃避给出答案，但其实心里一直很清楚，就是这一刻。1997年，香港回归祖国之后，内地与香港的距离逐渐拉近，如今只需一张新型通行证便能前往香港旅游、学习和生活。2018年10月23日，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仪式上宣布大桥正式开通，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，更是又一次拉近了港澳与内地的距离。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域，拓宽了无限可能。哎，谢谢。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啊？学校都全开了。啊，我没事。其实高阶这 case 你卷得这么深，是因为那个精神失调的女人吧？怎么样？现在有什么结论吗？其实蓝叶生活很不稳定，职业也很不稳定，人际关系也非常紧张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儿子的去世对他形成了巨大的打击，这些因素都导致他最后精神失常。陈教授，我在想，相比于遗传，后天的环境因素是不是在精神分裂当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？其实，在高阶生活的这段时间，有好几次都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生活，因为小的时候我母亲生病了，所以我们从小就被人耻笑，被人欺负，生活得非常压抑。所以我甚至在想，如果我哥能像我一样，十几岁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读书，是不是就不会患上精神分裂了？可你现在已经换了环境了，你要担心什么？
未知的事情不做假设，也不下结论。有什么疑虑，随时站着找我吧。陈教授，能成为你的学生，我很荣幸。终于，我开始融入新的学习生活。周围的环境越来越熟悉，香港对我来说，似乎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我很庆幸当时申请了这个学校，成为陈明轩的学生。他总说，不要假设未知的结果。离我24岁的生日就剩几个月了，我会是什么结果呢？我现在似乎不再那么恐惧了。穿过迷雾，越看清楚才越恐怖。每条新路，越被孤独才越冷酷。如果退一步就能被救赎，让我陪你走出每一条陌路。打开伤痛，在你身边等你倾诉。善恶之间，灵魂可有人来摆渡？如果偏执的人也有温度，我愿伸出双手等你来握住。原来真相就藏在每道冷漠目光，爱到无法自拔才会让人变疯狂。我愿如一道阳光，穿过你冰凉眼眶，抚摸你心中最深处的荒凉。藏在每道冷漠目光，爱到无法自拔才会让人变疯狂。我愿如一道阳光，温暖你有棱有角的胸膛，把所有悲伤都融化成过往，把所有悲伤都融化成